2019亚洲小姐竞选总决赛将会在12月29日举行。呢日大会举行拜神仪式，并为泳装环节彩排。4号来自台湾的杨灿如因事缺席，而剩低的15位候选佳丽都有出席。2号翁子涵拥有34D 上围最为突出，但之前就被爆出黑历史，卷入卖淫疑云。我已经是准备好要来参加这个比赛，所以其他的我都不想要去想。对，我觉得是要练屁股，就是臀部要比较翘一点。至于1号、3号、10号、13号，身材都唔输蚀噶。我的话是身高比较有优势，那身材呢，因为属于偏健康型的，所以就是如果在那纤细型的旁边，还是会显得我比较大一号。希望在决赛之前，就也就是今天晚上，然后有时间可以在房间里面多做做平板运动，对，把马甲线用力的练出来。